当下今天邀请了不同背景的明星，可是他们当中有很多位都出过了专业的写真集，然后当中有一组非常特别的明星是来自，如果你看了《环太平洋》这部电影的话，他们是华人的明星，可是是第一次大家对他们熟悉，是因为他们出现在一部好莱坞的科幻大片当中的 Lu Brothers， 欢迎各位你们。Lu Brothers 2004年出道，并在2013年因为演出电影《环太平洋》而备受瞩目。近期更将发行写真集，而这次莅临偷袭又会擦出什么样火花呢？我当时有看《环太平洋》吗？我好像有看呢。就是他们在里面这样走来走去，拍那个机器人啊。然后他们当时的发型是光头，是吧？对，没有头发，剧情中没有头发。嗯，你们是三胞胎。三胞胎，有分哥哥或弟弟吗？应该有排好了，应该有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对，所以爸爸是香港人，香港人，妈妈是越南人，所以 after 那个 Rim Pacific， 你们现在有在演别的电影吗？对，我们刚刚拍完网络剧，哦，所以12月上映了 ，OK， 跟优酷。优酷一定要三个人一起行动吗？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在一起拍，因为我觉得挺好玩，然后特别舒服。可是编剧应该很难编得出一次有三个优酷的，可以说三个都演同一个角色，可以拉背啊，然后什么？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代班，希望我们在一起旁边，然后我最好朋友，他们两个是我们。是我的世界上最好的朋友，就是两个哥哥跟弟弟。对，哦，所以特别适合。It's a very close family。我们为什么要在 Lu Brothers 背后摆女鬼？没有，真的太可怕了。不是，我说我们这个做法不是。哎，你知道，因为我们这一次的主题。是我们四个一起，怎么可能？人家是好莱坞明星哎，为什么要跟你一起合作？哎，他们环太平洋，我是伤心太平洋。哎，你这个太平洋。哎，可是说真的，他们 first time 看到我的时候是很 very happy 的。有吗？有吗？没有吧？你告诉他们，when you first time to see me, how do you feel? 我也是很开心，很开心。第一次我看见你，我觉得我不太开心，但是我拍照，然后合作我们开心。刚开始看你不开心，我不想讲话，我不想说话。哎，你可以先相信 about me。不想呀，不知道我的这感觉是什么。所以 first time 看到他，是不是想说 Holy cow？ No！ 我在还没有看到我之后，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哦，我知道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你。他们公司一定要给他们做功课，就完蛋了。我跟你们讲，你的这个心情啊，什么感觉？什么感？没有，没有，我不明白，我讲到对。可是我跟你讲，待会你会明白，而且你们真的会 very shock。我一定会 shock， 我看到就 shock 的要死。shock 是觉得哇塞，好伟大，很正面。Lu Brothers， 你分得出来谁是谁吗？我其实分不出来，但他们有特别跟我讲说他是老大、老二。可是拍照的时候，你有学着练习看他们谁是谁？我真的看不到。可是我对有一个就是真的觉得很 sorry， 所以我今天也要特别跟他抱歉，因为他们三个真的太多了，所以我在拍照过程只能一直顾到两个，有一个我一直没有摸到。今天我们做的方法是，坐在前面的人呢，他们都是专业的被拍的 model， 所以他们有出了写真集，尤其是你看到 Lu Brothers 有出了，哇，身材超好。除了 Lu Brothers 之外呢，黄超昕跟他的那个姐姐有一起拍过。对，写真集。曾是我爱黑社会美名一员的黄乔欣，在节目上效果十足的她，2008年曾发行单曲，并于2012年和姐姐 Apple 一同推出首本写真集。对，那个尺度也还蛮大的。可是好像卖的比潘若迪的差很多。哪有？哎，我不夸张，我们那一本是那一年的那个网络书店。写真集在哦，排行第二名，我们只输志玲姐姐而已。那时候只有2本，没有不止啊，很多，这一年度哎。哎，你们有卖到50000本吗？
哎，其实我不知道哎。潘若迪说他那时候卖到好几万本，他应该骗人的吧？七万本，他那个年代啊。曾参加演艺圈最好身材铩羽而归的潘老师，除了是有氧舞蹈 Funky Dance 的开山始祖之外，更于2000年推出首本个人写真集。我那个年代卖到七万是最难卖的，不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旅游，你手上有吗？你他再看，我顺便借我看一下，是全裸那本吗？不，你看人家的就好，我们的就先不用弄。你们想看？我们先看潘老师的。哎呦喂啊！这就是你穿两节式的马路裙啊？穿什么比基尼吗？两节式。先看一下封面啊，是长这样子。哇塞，这是好酷耶哦！这是几年？这是几年前？我刚才觉得有点像印尼啊。11、12年前好像，我记得十年了，差不多。所以 CD 可以看里面喽。有很不好意思的照片，有尺度很大吗？哇，这张是全裸啦，有全裸，你要给镜头看，全裸真的假的？哦，太厉害了！你可以拍一些有衣服的吗？里面有衣服的吗？有啊有啊！我跟你讲，以前是第一个没有办法修啦，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底片的，你真的不愿意放过这个，都不穿。他主要是跟这边墙磨合。是你们输不一样，凶了，你们穿衣服。只是那个国家很凶。其实当初真的是不能露。然后熊熊这本是新的吗？对，是9月7号预购，然后9月15号才刚发行。多次登上杂志封面的熊熊，于2012年出道，并且接受日本媒体采访并拍摄写真。靓丽的外形和姣好的身材，更被媒体封为新一代的宅男女神。你今天要看一下吗？哦。康永哥一翻就翻到，这个就是 Pick 嘛，对 ，Pick 去做的那个嘛。因为他是我的那个化妆师朋友，一片一片帮我，就是我站着，然后帮我量那个 Pick， 然后直接做的，然后就是只是盖在身上。我有没有内秘密有照片吗？内裤照片有这里。很好哎，这是生活，很好哎，什么东西很好哎？这个床好啊，这就是在饭店里面，这是生活照吗？对，就生活照。这随便拍就这样啊？这个一般，我没有衣服，裤子一点，裤子是一点点啊。我们穿牛仔裤。凯提出过，我没有正式出过写真集啊。对，我是之前专辑里面有附，就是那种薄薄的写真，那里面没有到很性感，反正是出片之前有拍一些性感杂志，尺度比较大。因为外形神似动漫角色蛇姬而迅速爆红林采缇，于2014年发行第二张专辑，并顺势推出首本个人写真集。我后面有一个路人哎，吴尊也出过哎，对，因为今天前面的这几位是专业的，可以拍摄比较性感的照片的，然后康熙来就为了要平衡一下，就帮他们搭配了。会拖累他们的，拖累的是有可能。我觉得我们八家分，我觉得刘雨柔是有帮潘若迪加分，专业很专业，对啊，他们两个都很专业。可是浩克应该有帮熊熊，浩克至少身材是，他们两个脱掉就浩克也加分。对，然后别的我不懂，就是请问中间这位，是因为我们还欠你一个一集的邀约，我们要把它用掉。我接到我还是硬塞的，真的是硬塞的。你有拍过照吗？我有拍过照啊。我还在现场哎！你当明星以来，曾经拍过性感照片吗？性感照是没有，对，所以这是第一次。你有问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吗？可能是我身材还不错吧。王小星，你有困惑说为什么？我后面我就想说这样配，应该是因为我们两个都很节俭，所以配到我这边。节俭，为什么？否则我想不到为什么会配到，我就想应该是这样吧。我拍我有脱上衣耶，那时候有了，但他上我发现他非常的上相哦。好看。对，吴尊是什么意思？吴尊不要露牙龈应该 OK 了。对，很多人说我不露牙龈是好看的，所以我想说，哎，那就是跟采缇合作，应该可以稍微帮他加到一点分数。因为采缇，你没有抗议我们为什么要把吴尊派给你吗？他派给我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别人是谁，所以我觉得哦 OK， 因为他有告诉我说应该就是是综艺的或是演员这样子哦，对，然后我想说我们之前也见过几次面，就算认识，就觉得OK， 就稍微有点默契。然后后来听到，然后现场看到吓到，真的我跟你讲，我看到才吓到，因为你们康熙真的一直以来都是骗人的嘛，所以我就因为你们连通告都骗我，因为我现在还知道说我为什么坐在后面。你们来敲这个通告的时候，他是说他们要做的是其实谐星也可以很性感，
那根本就不是嘛，就来不是这一回事啊。然后那时候我问他说我跟谁搭，他们就跟我讲说环太平洋那三胞胎。我想说好啊好啊，你们最好骗我。然后他们就说真的，我可以传粉丝团给你们看。那我就连粉丝团都质疑说是你们临时做出来想要骗我的，因为没有蓝勾勾。对，他们在 Facebook 没有蓝勾勾吗？他们还没有蓝勾勾啊。你们没有蓝勾勾 ，Get out！我到现场的时候，因为我一去，然后他们一直跟我讲说，哎，他们要晚半个小时，然后我就等他们还要再晚半个小时，我想说晚了大事不妙，一定是骗人的。但后来真的来到是他们三个，所以我谢谢你们，因为他们一直不肯去啊，我们一直睡一觉，在门口犹豫很久，想很久，犹豫多久不想进去，开除经纪人。还有我一来说经纪人，他们经纪人先跟我讲说辛苦你了。然后我们邀请了黄天仁担任我们的摄影师，然后明川担任我们的造型师。所以到他们找穿的衣服，所以他们是有穿的，有穿啊，还是要穿啊。所以潘若迪跟刘雨柔的故事是中年外遇吗？还是？对，我是走比较有一点点爱情故事在里面。哪里有？我说造型，每一组都有故事。我觉得每一组都有故事，对，每一组每一组不一样。浩克跟熊熊是什么故事？小男生小女生他们偷跑去结婚，私奔的感觉。是哦，我们没有爱情故事，可是搞不好照片真的。老师原本设定是说，比方说潘老师要脱我的衣服或裤子之类，大家到现场是犯罪片吗？就是台下有一种调情的感觉，就是他可能主攻来攻击我，对啊。但是到现场他抵死不从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但是我们又要有那个效果，所以变成是我感觉自己要脱光了去脸。他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愿意脱他衣服？我怎么去脱他衣服？我怎么敢做这种事情呢？不是要你这个，我不能因为你康熙我弄一次，我回去我就对不对？你都敢脱墙壁了，你跟我开玩笑？浩克超性感人鱼线，吴怀中不甘示弱，准备好了，一、二、三，跟刚刚一样啊，跟裤裆一模一样，对，裤子就是动毛，对啊，你已经动出齿毛了，那个 brother 也有那条线吗？有啦，有，他们有，他们有，有啦，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你们等下再看，看完再看。吴怀中有那个线吗？我有。你哪有？你哪有？你有？你哪有画的？先来看他们当场在拍摄的时候的过程。我要先看这一组是熊熊跟浩克这一组。好。Hello， 你好。我是浩克。我知道。第一次见面，对，拍照的时候啊，有什么问题我会请教你，因为你没有拍过这种写真照，我几乎没有什么在拍。我有拍过啦，我最近就是刚发写真。OK， 好。我们两个是不是很尴尬？不会啊，很尴尬。不会。对，你好啦，哎，你知道我叫什么吗？熊熊。熊熊。对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很好听。我知道你刚刚讲过。对。不要紧张。好。所以，好尴尬，大家在笑，我们两个很干。会。那在摄影大哥叫你坐这边，然后我坐这边。你的左手，他说你左手要握起来。好，可以哦。你的表情哦，放松嘴巴，闭起来，比较好。好，对。你这样转过就行了。如果你是，你也可以两个直接勾着他弄。对，手搭不下来吗？不是，可以来吹。浩克，现在看你的表情哦，熊熊非常好，来再倒一点点那种感觉，脸就好，脸。熊熊很正，浩克秀出来那两个，可是他最后的表情是什么意思？左右摇，不知道。最后那个罪恶感，我觉得是新娘最后一个单身女子夜晚，然后朋友帮她找了一个午夜酒吧，没错，是那个故事吧？对，剧情是。可是身材真的很厉害。可是新娘穿这样也没有道理，就整个就是一个酒池肉林的感觉。
我们准备好要看你们的照片了吗？好，可以哈，可以。所以妖怪，哎不，小恶魔啦，康熙小恶魔又回来了。好，好 ，OK， 这一张嘛，嗯，来喽，哪一张？哎，准备好了，嗯，一、二、三，跟刚刚不一样啊。就是刚刚那个，他还是笑得很僵。对啊，就是看最后一幕啊。但是裤裆是不是有点太低了？对，裤子就是太露了。对啊，你已经露出齿毛。所以 Loop Brother 也有那个线吗？一定有吧？有啊，有，他们有，他们有，有吧？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你们等一下，等一下看得到一点就好了。可以，浩克那个线，那个线还蛮性感的。嗯，吴怀中有那个线吗？我有。你哪有？你有？尾鱼线啊，对啊，他完全没。所以你答应我们的时候，你有去健身吗？我有运动，但是因为平常我晚上都在工作搬货嘛，对，但是他没有办法练到很多的肌肉，就是消耗体力，让自己是保持瘦瘦的。照片故事不会是以就是艰苦的生活为出发点吗？没有，我们很有 feel， 我觉得很有 feel， 我个人觉得。然后因为其实比较有意思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发现他真的是一拍照跟他。就是我们刚见面的时候，那个感觉差超多的，嗯，因为一见面我就觉得要戴个帽子，帽子一拿下来，天哪，那个头发真的没剩多少。好恶心哦！脏人啊！太过分了！对不起，瑶瑶，没有，就是因为我想表示的是他的那个，就是本人跟那个照片那个转变之大，你知道吗？那照片你要不要想一下再讲？照片很帅，照片超级帅，所以照片赢是赢在他的眼神还是哪里？我觉得他整个人就是。整张脸，然后可能外加那个老师的光线，让他觉得他整个人都哇，真的很帅，就真的很帅。很帅，那头发有增加吗？有，因为有露卷。头发露卷这件事，我用心良苦。天人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像浩克拍出来就是他原来的样子？没有，因为他太紧张了。嗯，因为他的肌肉也是一样。因为肌肉也是有情绪的，嗯嗯，他连跟我们聊天都像是在用肌肉聊天，对，你不觉得每个动作他都是，对，他一定要诚恳跟有动作，他才能够好好聊天。那熊熊你觉得表现得怎么样？熊熊其实还蛮专业的，还蛮专业的，嗯，天人老师觉得我们这一组非常强，就是他是真的，你知道天人看到我的表现之后啧啧称奇呀。哪有？有他，你就听说太好了，太棒了，很棒，很棒，太好了。是惊吓了，是每个都是惊吓。你看，你看，啧啧称奇，你说 Two Brothers 三个人都挡不住你，实在是太奇怪了。不是他觉得说，天啊，居然有一个就是我，然后不是专业的模特，可以满足所有他想要。不过说真的，他真的进步非常非常的。掌声！他从零开始，他当然进步很多。从零到十五分，因为你们节目之前有帮我拍过，也是类性感照片，结果那次很失败吧？啊，不会啊，出来你也说棒啊，我就是对啊，哈哈哈哈哈，暗赞就是这样，不想说。所以彩提，你们那一组拍的时候，吴尊很糟，对不对？而且他们都说我在拍的时候，我想说好，那我就认真拍一个帅的。就我在想说，就是认真摆表情的时候，他们外面所有人都在笑。他说啊，吴尊啊，你再怎么摆都好有喜感啊，就整个瞬间打起他那个眼神啊，在看人家是不是用瞪的，一有精神就变这样，一没精神又没有力量，对，他们有中间值，对，我要么就是很凶的瞪人，他们要么就是他们就说我长得很猥亵，就抓那个中间值。好可怜。好，我们要看你们两位就是吴尊跟林彩提拍摄的过程。我觉得有点兴奋，因为跟林彩提，哎，林彩提大家都知道，蛇姬就是大家男生心目中的女神。哎嗨，我操，所有人人都到嗨，彩提，今天要麻烦你了。希望等一下能够拍出唯美、好看的照片，不一样的吴尊。不一样的真真。靠过去，有点闻到它那种香味的那种感觉。好，知道了解。好。好。
可明帮我看一下哈，深呼吸的感觉哦，对，非常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彩蝶真的不错，你不用去靠他，他来靠，送你一桶。OK OK， 好，可以哦。我侧我侧拍才知道，原来我长得这么猥亵。对，不断出汗。因为他看的时候，他会连太阳穴一起这样子。很可怕，很可怕。问你觉得怎么样？很恶吗？Disgusting，disgusting，disgusting。很恶。我们要看照片。好，紧张哦。你们敢看吗？请看，一二三。刘雨柔滑辣性感曲线，谭汝迪不敢嘟嘟遐想。我觉得可惜，真的只潘老师跟我没有互动。可是你表现的感觉很厉害。对，我觉得你在光影中差一点点，就是他如果跟我有互动，他可能会比较融入在那个氛围。对啊，可是我不能有互动。你会多想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现在来看这张照片，请看。潘若迪有一种很跳悍的神色，就是感觉潘若迪真的病得很重。我们要看照片，好紧张哦！你们敢看吗？请看，一二三。他用闭眼，选了闭眼睛，闭眼这一招是不错的，那安详，对不对？有闭眼有好一点，我觉得有真的很帅，有变好，可是稍微有点肌肉的线条还是有出来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不错。可是那个他身上的线条是天然你修出来的吗？没有没有，光影光影而已，光而已，没有修片。我觉得彩蹄被拍的比较天真的感觉，对，因为我就是想要这种感觉，没错，萌萌的，潘若迪拍的时候有要求要修片或者是化妆之前，他就已经先跟我讲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潘老师，我先讲，我们因为太熟了，所以他说你也知道我拍照片的那个习惯，我可能就会很容易进入状况。我如果今天抓到什么地方或者碰到怎么样，你也不要叫，就当做没事。没事，就当会抓什么地方。爬嘛，他爬他一定会多少会抓，因为他有时候他会不小心施一点力，我一下，因为有时候那个力道拍出来是不一样的，对，因为它那个张力是很重要的，所以它抓你的时候，有时候它抓会把指甲抠到里面去，那种会。因为像两个人如果是很靠近要缠绵，因为像我以前以往有拍过，就是跟一个男模，然后真的缠绵到最后，原本不是这样设定，可是设定到最后拍那感觉来了。我真的是把那个头直接塞在胸口这样，可是拍出来画面就很漂亮，可是不可能跟他拍这种东西啊，就是他就是还是有一个距离在，所以我就会很害怕。不应该先看他们的，因为听起来好肉。嗯，没有没有，我已经快要吐出来，就有没有有灵魂的那个？你们中间那一组比较有灵魂，我们很有灵魂，中间是比较。对，我们这一组可能因为他，我觉得我们拍的感觉还比较空洞，比较健康。不会，不会，我们拍的绝对 OK， 我真的是庶民生活纪录片的感觉吗？不会，我觉得我们性感，因为我一起吃泡面那一类的，应该是我们两个。我们是拍那种很性感。我觉得应该我们两个很专业，因为我们两个都没有想太多，反正就是拍了。成交就对了，而且我们很贴近，所以也是男生。不动你在他身上游移吗？我们互相了，我们动的可厉害了，哪有你还没来啊？这边我们来了，舞台中没有黄小心的片段。我这次因为毕竟我还有搭配一个男生嘛，然后那个舞台中他是爸爸嘛，虽然他是爸爸了。但是我相信，我跟他一起拍的时候，他可能会被我的身材迷惑。我希望他不要对我非分之想。哎 ，Hello， 我老婆。哦，夫人长天啊，太漂亮了！我刚想说，你再拍一拍，可能爱上我，看来我多深了。是不是？让你放心一下。因为老婆太正了。好，放松哦，放松哦。过来哦，靠近，对，进去，也要靠进去，也贴到没关系。
OK， 对对对，非常好，来，嘴巴过去一点点。OK OK OK OK。太肉啊！对啊，你的表情，我们这是很专业的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应该算专业吧。当时什么故事？其实我是以拍时尚大片的概念在处理他们两个时尚大片。真的，而且你好，是有点距离感，因为不过好像没有看出吴怀中的身材的什么问题。他身材就是正常男生的身材，其实也没有多糟糕，但也没什么肌肉。可是我觉得他的表情会不会太投入啊？那个小恶魔，我们看他们选了哪一张。来，请。看，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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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没有，其实是他们自由发挥，他们自己去想象那个空间，蛮有戏的，没有，这我觉得会不会太直白啊？老师排的啦，那个脚。对，这是老师。可是好像吴怀中的表情是比吴尊要好很多。但是吴怀中，你看他是拖汤的，他的眼睛。太近了，因为太近了。吴怀中肚子要挤出一点肉肉。对，侧边的肚子，这就是尾鱼线。我觉得这个身材算很生活化了。比起来浩克好像对浩克其实很 OK。对，浩克现在进步很多。对啊。那我们的呢？还可以吧？你们这个。只是觉得有这个必要吗？如果我们做一个月历，好像会用那两张超过用这一张。啊，怎么不能对不起哦？这一张是像是一些八卦的杂志的封面这一类。啊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变这样？或者是 R 级片的那个封面 ？R 级片会太过分了。好，所以。没有办法，就都是肉。我以为会有一些穿衣服的，就没有哈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潘若迪跟刘雨柔拍摄现场。那我比较担心是尺度方面。你会担心尺度、啊？我不担心我自己，我担心你，因为像我以往的尺度都是没有尺度。其实我跟潘老师挑战还蛮多东西。太熟，对啊，我们太熟悉了。太好了。好，准备要上战场了，好不好？看你哦，你想哪一边给你靠一点？来一个黑的那个垫子。可以，可以。脚必须要朝我这一边做，对对，可以吗？好，你的另外一只手跨出来到老师的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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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就是这样。非常好，非常好 ，OK， 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差不多 OK， 对。就是你尽可能不要用那个眼睛去看他身体的每一个地方。我觉得爷爷快要过世前，然后孙子送给他一个礼物。我觉得是义工参加长青计划去探访复健的那个。而且他能不能动？他只有眼珠子。你干嘛吞口水？不是，身体很硬。他妈是我。你啊？不是我是觉得。哎呀，反正我觉得可惜的一点是潘老师跟我没有互动，可是你表现的感觉很厉害。对，我觉得你在光影中，不是因为我觉得差一点点，就是他如果跟我有互动，他可能会比较融入在那个氛围里。对啦，可是我不能有互动，你会多想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情绪掉。的光影有一种就是那个。雨柔是从梦里面出来的，对对对。你感觉潘若迪真的病得很重，真的是病很重。对，我觉得老师那一天表现得非常好，看起来很有样子。对啊，至少不要很像是忠烈祠。好，小恶魔麻烦你了。好，
我们现在来看这张照片，请看。Blue Brothers 完美身材，小甜甜一人独享。我们要看照片喽，一、二、三。很有吧？很帅，是哇，真的棒，真的棒，厉害。哇，这是男性内裤的照片啊。是。中间那个挡住他们是什么东西？好像好像是，但是我好像也吧，还是我的内裤，还是我的。拍完之后有没有问经纪人说 why？我们现在来看这张照片，请看。莫迪有一种很剽悍的神色，就是东北很像牛仔裤广告，对啊，蛮有牛仔。可是羽绒装真的很漂亮，羽绒很厉害，羽绒很好，很有 feel。这双很成功，要不要把潘若迪切掉，就剩下羽绒那个？只要羽绒的。如果以戏剧张力，到目前为止好像是这一张。对对对，因为潘若迪的眉毛非常的强烈。眉毛抢戏。小甜甜，你觉得有比你厉害的吗？我跟你讲，刚才啊，他们三个转过来叫我跟你们说，你告诉他们我们的最棒。谁说的？还可以，我觉得最棒。所以看到这张之后，你还是觉得你们的最棒？因为我跟你说，我们一开始这个拍摄，我们他一点也对他一点紧张，当时我继续拍，他进步很快，放松了，放松一下。我看他说不用担心，因为你可以摸一摸，对，自然飞飞。他因为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会想说我不知道怎么拿捏尺度，然后后来他们就跟我讲说叫我尽量没关系，就是尽量使用，然后我尽量使用。对，他们叫你摸他，真的你自己问他们，是你说允许我 OK 对对 OK 尽量 touch， 因为我们觉得自然很。这位呢非常好，他的表现有胜过刘雨柔吗？哇，这个就很难了，因为雨柔很活啊。对啊，那我呢？非常活，雨柔很干，你很滑吧？我呢？很滑，油。你好好听专家说，我呢？其实他那一天也蛮投入的啦。OK， 哎，只是说人家搬他的时候比较累。对啊，我就看这个大哥在发抖。可是我说真的，因为。然后大家就 come on come on， 所以有拍到三兄弟这样，快点，对，没有，因为我们试过很多，我知道了，所以是环太平洋的故事，他们三个开机器人跟那个海里来的怪物。没有关系，可是我跟你讲，天人哥那天拍完我之后，他居然他自己讲，他说他愿意帮我出写真集，因为我这辈子都没有想过要穿三角的这样子整个出来，就是网上勾的那种，对，运动尺度很大，是这样的。而且他现场他到处走，他走每一个人都到处走，你太无聊了，我穿那个时候，然后你开私讯叫我跟你女儿打招呼。我们现在是够尴尬了。我在现场直播，我一直播，我女儿看到就哭了，你知道吗？吓到了，吓到了，这什么东西？好，我们看他们在现场的那个片段。我觉得超级开心，因为我觉得你们康熙终于良心发现，愿意给我做一个像样的主题了。我希望呢，就是我可以是里面最重要的那一朵花，然后他们三个呢就可以有那种就想要抢我，然后呢就是给我，然后我在那边我不知道该给谁，我不知道该给那种感觉。嗨 ，We are come to Taiwan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嗨，你好，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我漂亮 ，you know？You know？I am a Taiwan Beyonce。Yeah。That your body very very you know want to do right？ Yeah yeah sexy。Sexy。Yes。Hi。Wow。Yeah。You single？single singl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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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ingle
都要穿吗？你要转这一面哦，要穿要穿要穿。你比较呀，你就有 one lucky girl。Yeah, very lucky。OK, good。不错，你的手可以上去。差不多了吧？哎，慢慢抓，你把它撑住，没有啦，一个人要撑住你的这个重量。他会死吧？你又会，你会让他的，哎，等。辛苦你们，辛苦你们了，谢谢。好了，可以了 ，OK， 谢谢。哎，不过刚才你要不要？好，很棒啊！那最下面那个是谁啊？最下面那个，下面他一直说不要放下来，不要放下来，不要放下来。老天，红包太重了，应该有一幕两个人抬大，对啊，所以我就看不是我的，好像拉个腊肉有没有？两个人。It's about three soldiers and a dead body, man. three soldiers, one dead body. No, you say, you say. He has put it on your back.因为我的手 injured， 受伤了，受伤了，对，所以我受伤了。所以他让他造成伤，对，所以我再不要他，你知道吗？在我后边，所以你也说 no， 对，但是他们告诉我，因为他手已经受伤，如果背再受伤，不是。一次，对。如果他没有受伤，他可以，他不差三人。可是刚才影片看起来，你们三个很像回家，就是一拍完就立刻抬到位置。没有，我们专业，因为我们想看看照片。没有，如果拍很好还是不好，所以我们可以建议。建议他们，那就重吗？讲真的，不重，真的不重，真的。我们该令你不相信我，你知道，你相信我。进来跟他们讲说，他的意思是说从后面这样扛，然后他一直这样子扛，对，为什么？他想杀你。找了一个支撑之后，前面两个就在一直抖，不是，你们可以看到在他出来，我的胳膊两个手被他出来，然后我，所以我要 adjust 我的胳膊，可以。所以你们拍完之后有没有问经纪人说 why？ 因为所以没有在拍完之前就能说 why？ 你有想了一下吗？为什么？你觉得为什么要想？不是 ，He wants 说你的问题没事，不是。他为什么要到台湾来？因为我来的时候，哎，我就想一想，哦，他们告诉我，哦，我们拍这个女生，这是你们来台湾的第一个工作吗？我不想第一个，对，第一个来台湾的第一个工作，哇，不爽，然后我不想告诉我们哥哥们 ，like， 哦，我想一想什么，因为不好，如果我们做工作。对啊，不可以多。我们在一起非常好。当时我觉得专业，对，我知道你，所以他说他们三个只要在一起，再大的困难，他们都可以解决。那 in the future， 难怪那天他们三个在鼓励对方，加入我，不要难过，哥在，所以三兄弟团结的。有那种当成是在拍那张，在军队里面把那个国旗扶起来的那张照片。当时我们拍完，我们非常开心，对，谢谢。你不能讲说你们拍完的时候非常开心，他们会觉得说你们很。我们觉得哦，真的竟然好，你让他老二，对，所以我下次可以跟他合作，对，哦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太好，真的不错，真的不错，所以真的不错。如果我有别的机会，但可能我不拍和他，你不会，你说你不会，因为我们拍了，对吗？对呀，所以他希望跟别的女明星，我希望我们可以合作，跟别的女明星合作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就是你 survive 了他，你就可以 survive anything。这个你都 OK 的。
来甜甜自己有看了吗？我那个时候其实那一天看完天能老师拍的一些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哇效果很强，因为其实我们试了两种嘛，对，就是就觉得一个是要把你丢进那个土里面。不是，他那个都是很专业的。我觉得第一段是他们成功的杀死他，所以他倒在那边，然后第二段要去把尸体埋掉。不是天能老师，你刚刚讲你的原意是什么？不是吗？而且埋尸体还试了两种方法，一个先用背的，哥哥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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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oo heavy， 然后改成再用扛的，最后总算把它埋进去。不是这个故事吗？不是杀死他要去埋的故事吗？还是时尚大片？对，就是总结真的 I never die。利于美，利于美，很好玩，很好玩啊！你必须要承认，甜甜换那个黑衣服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很 OK， 还不错。好，我们要看照片喽。一、二、三。很有吧？男生好帅哦！真的棒。真的棒，厉害！对，男生帅，这个男生太帅了吧？对，你们搞错重点啦！帅翻了！最靠近我们这个男生是谁？是我啊！最右边是我，是我。最右边是你，对对，大哥中间是我。弟弟，说左边，所以恰最悲惨，被摸到脸，最惨。这完全是男性内裤的照片啊！对啊，所以中间那个挡住他们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包装盒，是他的外壳，可以吧？他是穿内裤，是他的外壳。但是他，我觉得真的很自然。我看到这个照片 ，like。她很漂亮，谢谢，真的很漂亮，真的，而且她大腿外侧是有肌肉的，对，我最近有在练啊，所以我是真的，那个不是弄出来的吗？是她自己的吗？我自己的。那也没办法弄，好不好？很难修。他跟我们说他做运动，对，说他身段，他有减肥，他有肥，他蛮用力的啦。你要问他自己啊。哇，对啊，他是穿高跟鞋，他是台湾的摔跤选手。那是。之前有一个主持人告诉那个来台湾宣传摔跤，说我是台湾摔跤选手，他们认真把我摔得跟人一样。你觉得你们三个非常帅啊！谢谢。原来中间呢，我有点希望只有你们三个耶，就是好可惜哦。对，有没有只有他们三个的照片？没有。就是还有一个这个 pose， 我觉得我们背他的时候真的非常有别的吗？有可以他们有另外在摄影棚里别的另外一个 pose， 对，下面感觉很低耶，被扛很低耶，因为他们扛不起来啊。太长，你也知道他不是。这个画面有点分散，所以底下的是谁？我中间。手受伤了。他的胳膊啊，在我的对那边感觉对手我不舒服。当时这个照片啊 ，sorry， 你讲的没错，他那个手位置放错了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要谢谢天人。对，谢谢。所以 S， 如果选两张放到 calendar 的话，你会选哪两张？因为三兄弟我实在觉得太好，一定要放，对，一定要放。嗯，那你就拿笔在甜甜脸上画叉。羽绒那张，因为羽绒表现太好，可是因为潘若迪的眼神有一种我的肉包呢，就是他眼神还是有一种太故事性还是什么的？有，可是很好的，整体很好看。而且我希望对你们来讲都是很好的纪念，嗯，很棒，所以就算是吴尊应该也 OK 吧？其实我 OK 啊，我 OK，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第一次拍这样的照片，我觉得印象也是最后一次，我不会再找你。不了，我会再瘦啊，我会再练的精壮点。明天自己最喜欢哪一张？我喜欢吴尊跟彩提这张，哎，真的，我口味比较淡。我觉得彩提的因为很成功，康永哥刚刚完全读到我心里的故事，是就是一个。充气娃娃，然后男生把它带回家。如果是一个故事，如果是一个故事的插图的话，那个就是对，完全是我的故事。天人自己喜欢哪张？我啊，我应该甜甜那一张吧。哦 ，OK， 谢谢。对，因为他们三兄弟真的很棒，气势很强。居然哎，不好意思，如果大家居然都那么 care 三兄弟的话，你们应该都想见到他吧？他们有见面会哦。哎，真的有见面会吗？下一个月我们有两个活动啊，是1月7号，
十一号跟七号，十一月的十一跟六号，六号七号 ，OK， 一个在 W Hotel， 一个在所以喜欢你们的粉丝真的可以见到你们三个人，对，所以一开始我们两点到四点，哇，很长，对呢，我们很希望你们都大家来。支持我们，对，好的，非常好，希望你们写真成功，然后谢谢大家为我们拍这些照片，谢谢。